这边东西一样，先买好。有点扯哎、欸。欸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，不要忘记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冰冰箱子。还记得我之前发了一部关于被官方 bug 杀掉的影片吗？对，这次他又来了，而且更夸张。让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吧。Let's go。这边买个双狙，四甲四头。冰墙钩锁枪 ，OK， 等一下应该就可以赢了。这边先跳下去吧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死掉了？啊？欸、太夸张了吧！又是上次那个 bug， 哇，夸张喽。没关系，这边我们应该是可以获胜的。这边东西一样，先买好。有点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！什么啦？哎、欸，还没开始就结束哎、欸，会不会太扯？还没开始就结束哎、欸，哇，不会这一局也是这样吧？欸、有点夸张哎。这个 bug 有点夸张哦，这边不会等下买一下东西就死掉吧？哦，看起来这次应该是没有了，对，刚应该是没有了，只有刚刚那一次死掉而已，这次就没有。哎，好，又来，哇！1-7了，所以照惯例这一局应该也是会有这个 bug 哦，应该是吧？都连三局这样了，这一局应该也会有吧？那东西就随便啦、啊，反正等一下就要死了。现在预言3秒后死掉，3、2、1、0，哎，没有死、欸。哦、还是死了，哇，哭啊！这个 bug 很扯哦，因为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，应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遇过这个问题吧？有的在下面留言，那也不要忘记帮我这部影片按个赞，让官方可以看到这部影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喽，我是白冰冰箱子，礼拜五再见，拜拜。